五千岁，文武千岁，天天上帝
宋武万岁，武林啊，何彦峰，李惠春是按神经所强调，何欢幸运感觉下期好运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何必了解五十中无下将士男士女，将争面面顶，蓝天白虎，女立神雄，怒射天火烧，又食保民安。素食不会坏，在八十一登来之前，福相连接文公部分，树立根本，龙应承受，刚相有力，会得上升。二路天公在元公前，开辟天门，立会安坐，万万来吉。神威显现，有位龙，平安万福，四福刚祥，新年同源。金句所闻，百脉跳声。今望圣主护垂，蔡老师听闻岁数新丢年，二月十五日速上风。来，分有三拜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一张。有恩定定的结婚，但可悲的人不信了，有悲的你也不好，功劳，欢乐，不劳你，不劳你，我让这罗花仙人仙女，将真理家家和，平安富贵万万年啊！拜托，较早出来，到后尾。有啦，有来出来，出来等下者。有。
你要站起来，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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